原标题：上海曾是洋人的天下。看看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官员们，11940到1941年，上海市公共租界议会成员租地人会议，相当于租界的议会在户外的合照。21940到1941年，上海公共租界议会议员。31936年，上海战争纪念馆。公共租界议会议员合影。41939年，上海公共租界议会议员。正中间的是主席 C.S. Franklin， 右边是副主席 W.J. Cassidy。51941年，上海公共租界议会议员。6的上海的外国官员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